他们狂傲自大。你们会踢球啊？不如来场比赛啊。执着任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传球给我？想进球啊，靠自己啊。却拥有同一个梦想。我想组队参加足球比赛。你们行吗？足球没有你们想象这么容易的。秉持着坚韧不移的信念，天下无难事，不行就练道行。是否能闯出一片天？5月14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，球在你脚下。